月8日，钱枫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照片，并且配文称：“从今天起，请叫我邢南枫，此处献给正在减肥的你们，加油！”照片中，六块腹肌很是明显突兀，胸肌也十分有型，就连脸部的轮廓看起来也是少了很多的肉感，整个人看起来都特别的健美。钱枫在减肥之后，加上身体的锻炼，本来颜值就很高的她更加的吸引人了。此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很多网友看后纷纷留言表示，大头不但人帅颜值高，而且身材这么好，高光和阴影后期制作辛苦了，一看就是画的。枫哥，你确定这不是 P 的吗？今晚要给 P 图时加鸡腿，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要暴瘦20斤，还是很令人信服的。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不仅暴瘦，还练出了如此健美的身形，真的是很令人吃惊。也难怪有的网友会调侃，不相信钱枫的这身肌肉。大张伟也是十分逗趣的调侃，绝对会在3个月之内反弹回去的。此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在钱枫参加的综艺节目最新预告中，他摆出各种姿势进行拍照，可以看出确实是瘦了不少，但是由于穿着厚重的衣服遮挡住了身体的肌肉，并不能看出来他的健身效果。不过小编相信健身之后，钱枫肯定会比之前完美了不少，也是很期待看见他的变化。说起钱枫，也算得上是资深吃货了，在很多综艺节目录制中，他都是特别爱吃，